进来。董事长，您要的文件。小陈，你再去帮我看看，我今天还有些什么行程。董事长，您下午3点有个同学聚会。同学聚会呀、啊？这么久没见这些老同学了，还真挺想他们的。董事长，可是下午您还约了荆州集团的王总谈项目呢。好，这样吧，你帮我退了吧，我要去参加同学聚会。董事长，您为了参加同学聚会这样做值得吗？同秘书，做人呢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，情谊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是董事长，你们这么多年都没见了，说不定不是小吃店。董事长，这样吧，您稍等我一会儿。董事长，这是我们公司的保安服，下午您就穿这个去。保安服？董事长，您相信我，您穿这个去一定会有意外收获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先放着吧。你先进去。好。董事长，您相信我，您穿这个去一定会有意外收获的。哪来的臭保安啊？没长眼吗？七七，是你啊！这么多年没见，还是这么漂亮，差点没认出来你。不是我说，你谁呀？我呀，陈一鸣。我说七七，你这记性可不太好。原来是你呀！想起来了，可不就是我吗？没想到这次聚会你也来了，走，我们上去。哎，把手拿开，你这是干嘛呢？跟我说陈一鸣，我是真没想到你怎么混成那样。同学聚会你穿这身就来了。同学们可都知道，当年我俩的关系最好，你不嫌丢人，我他妈还嫌丢人呢。七七，你现在怎么这样？你怎么能以貌取人呢？想当年就我关系最好。你快给我打住吧，谁现在跟你关系好了？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还好意思来参加同学聚会？我这不刚下班着急就过来了吗？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。你知道我们今天参加同学聚会的都是哪些人吗？那可是班上混得响当当的人物。哦，是吗？那你以为呢？你看你现在都混成保安了，你还来瞎凑什么热闹？你觉得你配吗？七七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们可都是同学呀。停停停，同学这两个字以后就别提了，我嫌丢人。听我一句劝，赶紧滚，这里你可是消费不起的。我消不消费得起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。你既然都这样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哎，我哪儿走呢？门在那边。七七，你可以不欢迎我，不代表同学们都不欢迎我吧。哼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这是看同学们有钱了过来抱大腿的吧。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。七七，你真的是让我太意外了。别在这废话，赶紧滚。七七，你在干嘛呢？阿灿，来来来，你来得这么，你看看
这可是咱们以前的班长，现在都混成保安了，还来参加同学聚会，你觉得他有资格吗？那个，你也来了。阿超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多年不见了。那个，你过得还好吧？好什么好啊，都这样了能好吗？哦，我倒是忘了，你小子从小都是他的跟屁虫嘛。琪琪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当年啊，班里就属你俩关系最好。哎，停停停，你给我打住吧。你觉得他现在配吗？一个臭猴哎。琪琪，你真的怎么这样？林哥，林哥，走。站住！你跟我，阿超，今天的聚会你是不是也不想参加了？哼，你。好了，阿超，你别跟他生气了，不值得。真没想到，他现在变成这样。走吧，英明哥，咱们一起。哦，是吗？走，我们出去看看，我帮你整整他。好。哎，天柱哥，干嘛去啊？没事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出去溜溜啊。啊。哪里来的臭火啊？往哪里钻呢？哎，我说你，你什么你？你还不服气啊？这种地方。是你这种阿猫狗，这个随便进来的吗？天子哥，你这干嘛呢？这咱班班长陈一鸣呢？哦，难怪这么眼熟，陈一鸣呐！哎，我说你这是怎么了？还当上保安了？不错，这工作挺适合你啊，有前途。天子，这几年不见。口才见长了，玉哥，没事吧？天子哥，大家都是老同学，没这个必要吧？哎，你他妈给我滚那边去！这有你什么事啊？天子哥，你他妈给我闭嘴！你工作不想要了是吧？啊？没事吧，阿超？你先进去吧。你他妈给我滚那边去！少他妈给我多管闲事儿！你给我记住了，天赐不是现在你能叫的。当个破保安，就是当保安的觉悟，懂吗？什么？你还不服气啊？接着，天赐，这么多年没见了。你变化确实挺大的，我变化再大也没有你大。当年的班长都他妈混成个保安了，保安怎么了？我觉得比你强。陈一鸣，我告诉你，你他妈现在说话最好给我低调点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走吧，琪琪。进去让我们的同学都看看我们当年的班长。好。你要不就别进去了，这天赐上学的时候就不服你，你进去了绝对会想办法整你的。再说了，我现在在整理一下工作也没事。阿超，今天我倒要看看当年的同学情谊还剩下多少？走吧。哎，晚上我们好好再玩一玩啊！今晚呢？聚会，我玩个室内一起。哎，同学们都看看啊，这谁来了？谁来了？我们当年的班
升你个保安了，还真是啊，怎么会升保安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同学们，我来晚了。哎，陈一鸣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一鸣哥，没问题，一个人。哎，你这一身都什么味啊？要来也不知道放一身干净的衣服，你别去。阿斌，你怎么能这样的英哥呢？阿赵，这我就得说说你了。你说你现在小有身份的人了，成天跟郑爽混在一起，有什么前途？我奉劝你，别他妈多管闲事。行了，少说两句，大家都是老同学，不要闹得不开心。来，一鸣，我们坐这边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班长，我刚才脚滑了。不过我觉得在地上更适合你。你们差不多行了。你们差不多行了。我终于知道小杰为什么让我撑这事。你说你在那里自言自语说什么？你不觉得你和我们这里格格不入吗？行了行了，大家都少说两句。同学聚会本来就是件开心的事情，不要闹得不愉快。陈一鸣，咱们这次同学聚会好像没人邀请你吧？你说你不去看好你的大门，来这里凑什么热闹啊？就是，你说你干嘛非得来？你看看我们在座的各位，不是留学生就是大老板，你跟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。陈一鸣，你知道在座各位都是什么身份吗？我给你介绍介绍吧，连着大家到时候做什么的你都不知道。好比我们天赐哥，他可是荆州集团销售部的经理哦，就连文超都是跟着他混饭吃。还有秋哥，就是秋生，你还记得吧？他现在可是大名鼎鼎天成集团业务部的经理，那身份不管是走到哪里都是受人尊敬的。哦，是吗？那怎么样？陈某，我秋哥看得起我，我现在给他当秘书。据我了解，天成集团的业务部经理好像没资格配秘书。你个屁呀！还你了解？就凭你还能了解到天成集团？琪琪，你跟他讲这些干什么？他能听得懂吗？也是啊，呸！今天我过来也是秋生邀请的，正好想大家了，就过来看看。秋哥邀请你，我看你是没睡醒吧？啊，还想我们了？我看你是想找我们同学们借钱吧？是吧，同学们？哈哈哈哈哈哈！
秋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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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秋哥
你邀请来的呀？好，我下午去商圈办事儿，这不正好碰到了吗？就随口叫了一声，没想到他居然在那儿当保安。哈哈哈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陈一鸣，你说你这个年纪轻轻的就跑去当保安，看来也是家庭困难啊。我们这些同学心里面也过意不去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大家给你整个募捐，救济救济你。可以。不用了，好意我心领了。天赐哥，你看看，这还不领你情呢。行了，天赐，先不说了，咱们先吃饭，吃完饭再说。服务员，上菜。哎，陈一鸣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滚吧。你没看见这里都没人搭理你吗？不是一个圈子的人，你硬往里面挤什么挤？更是嘛。对呀、啊。就是，你说你坐我旁边，我吃得下去吗？对。哎，同学们，就算陈一鸣现在混得不行，你们也没有必要这么说他吧。就是，你们有钱了不起啊？喂。我们就是有钱，我就是看不起他这个穷酸样，怎么样？就是。你们这些同学，今天可真是刷新我对你们的认知啊！陈一鸣，我之前也打听过你，听说你混得不错呀，怎么现在成这样？难道在你们的眼里？就只有金钱和地位吗？这就是你们在社会上的立足之道。你们今天这样冷言冷语的对我也无所谓，但是你们要记住，人都是有起伏的。哟，这文采不错嘛，不愧是我们当年的班长，有意思。哎，秦一鸣，你知道现在是什么社会吗？你说，我听着呢。没钱，没权，没身份，没地位，谁跟你是同学？谁跟你是朋友？没错，秋哥说的对，这人格还有尊严，都是拿钱买来的。手给我拿出来。请你放尊重点。我操，天赐，这要是我，我可忍不了。你他妈的，我新买的手机弄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你天赐，你太过分了吧！就一个手机而已，你至于吗？你他妈少在那里捅猪头！你看他那个穷酸样，弄坏了，他赔得起吗？你这手机又没坏，赔什么赔啊？阿涛，你要是觉得这里的饭不好吃，你他妈就给我滚出去！
我看你这个怂样，我也知道你赔不起。这样，你今天从这撞过去，这个事儿就这么算了。嘿，不错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端呢，端呢。你们没玩啊？李哥，你他妈少给我滚下去了！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鸣呢？知道吗？你的手机多少钱？我赔给你。李哥，谢谢你。今天这个事儿我自己来解决。我今天倒要看看他到底能把我怎么样。我是不能拿你怎么样，不装是吧？可以。那我是不是可以请你喝杯酒？哎，天赐，不错不错，看了你这节目啊，我这饭都能多吃两碗。来，同学们，咱们吃饭。来，同学们，吃饭吧。干嘛呀？来，快点坐吧。来，一鸣，要不我们先吃饭吧？吃完饭我们走。今天这顿饭吃得开心，琪琪，去把单买了。好。哎，怎么能让秋哥买单呢？避免有人蹭吃蹭喝，我建议咱们大家 AA 制吧。哎，可以，这主意不错，大家同意吧？同意，同意，没问题的，我告诉你了啊，没问题。这都见外呀，咱们同学这么久没聚了，还各花各的。你不就是不想出钱吗？瞧你那德行，还想在这里蹭吃蹭喝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顿饭钱你出也得出，不出也得出。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。你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的意思就是说没钱就会不出是吧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。行了行了，瞧瞧那穷酸样在这废什么话。同学们，这样吧，咱每人多出一份，帮他把他那份出了，就当打发要饭的了。我想大家没什么意见吧？没意见。没有。听到没有？没钱就别跟我说话，不然就给我滚出去。你们听我说，你们真的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的意思是。你闭嘴，给你脸的是吧？再不闭嘴就给我滚出去。大家看到没有，像这种看门狗就应该让他闭嘴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一条狗而已，也配跟我们一起吃饭吗？对呀，有你这样的同学我真觉得丢脸。嘿，哼，说得好啊。同学一场，你们这么对待我，你们不觉得过分了吗？我们没把你丢出去就已经算不错了，就这还是看在多年同学情谊的份上。我是真没想到，我没想到你们一个个的变得如此的势利，狗眼看人低。听我说，你他妈骂人呢？今天老子非得好好收拾你！给我起来看看，你给我记住了，在这种场合
你没有话语权。秋生，你也给我记住了，做人别太过分，须知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我和你见什么见？像你这种看门狗，最好一辈子不要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就是，就你这样，我认识，我们都觉得丢人，对不对啊，同学们？对呀，是是。怎么还不服？我劝你，识相的赶紧滚！就你这样子，也配和我们一起吃饭吗？你们还是如此的以貌取人。你们是觉得我穿这身衣服就比不上你们是吧？这不配和你们吃饭是吧？我说你他妈有什么好？你觉得你跟我能比吗？不对，简直就是没有合理性。对，是，就是。行了，大家都别说了，都是老同学，没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过火。你他妈想要强出头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忘了我是谁啊？李刚，和天成集团的项目，你还是打不进门了。秋哥，闭嘴！想谈可以，我他妈今天给你这个机会。过来，过来！机会只有一次，你要是把握不住，别说这次的项目，以后你都没机会。来，给我打他两巴掌，好好教训教训他。秋哥，这样做太过分了吧？别他妈给我废话！我说过了，机会只有一次。李刚，我一直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。你别说了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，没钱没权就什么都不是。秋哥他是天成集团业务部的经理，以往也给过我很多次项目，我不得不听他的。李刚，你以为你以往和天成集团的合作都是他的功劳吗？你也太天真了。还他妈跟我嘴硬呢！干得不错，这个项目稳了，明天来公司找我。好，秋哥。秋哥，以您的身份，和他置什么气？来，咱们继续喝酒。也是。来。来，秋哥，喝。来，秋哥，我敬你。来，喝酒，来，来，同学们都喝酒。来，喝。秋哥，别跟他生气，就他那个级别，跟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，是吧，同学们？对呀。说了啊。就是。对呀。说了啊。就是。别生气，来喝酒。来，来，秋哥，我敬你。可笑！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一直在强调的身份，在我面前狗屁都不是。是，口气倒是不小啊！你他妈以为你谁啊？那你给我听好了，
秋生，天成集团的业务部经理是吧？没错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还不知道你是谁？你他妈不就是公司的一条狗吗？我说怎么到处咬人呢？原来是一条狗呀！够了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就是天成集团业务部了。闭上你的狗嘴巴！陈一鸣，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也很心痛。这样，今天我就给你个赚钱的机会。妈，你从这儿给我钻过去，钻一次，我给你一万。快钻呐，钻呐！对，赶紧钻。陈一鸣，你这钻一次抵你好几个月工资了吧？也只有我们秋哥才会对你这么好。秋哥，我不学吗？不就应该互帮互助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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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你觉得你很有钱吗？你信不信我可以让你一无所有？让我一无所有？你他妈是不是吃错药了？陈一鸣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这不是赚钱的好机会，快钻呐！什么我傻了？啊？你们是不是觉得有钱就可以随意践踏别人的尊严？没错，既然敬酒不吃，那咱们就来吃罚酒。陈一鸣，今天我就好敬你一杯，再喝呀！怎么样？好喝吗？啊，老婆，就因我穿的破，你们就瞧不起我，就觉得我穷是吗？对。就因为我是个保安，我没有你们有钱，你们就比我有优越感是吗？没错。今天你不光狗眼看人低，还为了讨好他人来践踏我的尊严，我真没想到昔日的好友，昔日的同学，如今变成这个样子。行了，别在这废话了，我们今天就践踏你尊严，走吧。这饭也吃完了，可以滚了吧。好，我希望你今天的底气能一直这么做。怎么还他妈打电话叫人呢？怎么还他妈打电话叫人呢？喂，小杰，凯斯贝尔酒店，你过来一趟。这逼让他给装的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把谁给喊过来？你会看到的。好，还有，你们刚刚误会我，我一直想说的是，今天这顿饭我来请。得了吧，还你来请？我看是把你卖了都不够吧。这可是我今天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陈一鸣，你为了让我们大家开心，可真是煞费苦心呐！啊！我希望大家待会儿还能笑得这么开心。这个就不用你来操心了。可以啊，那咱们就等着吧。那就等吧。同学们，咱们今天就等等他，看他今天到底能把谁叫来。啊，好，哥哥来。来，同学们，
咱们继续喝酒。来来来，来喝。来来来来来来。哟，吉总，吉总，你这是往一边去，吉总，往一边去。咋，没事吧？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还是。小姐，你今天让我穿这个来，就是为了让我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是吧？董事长，行了，你要是直接跟我说，我还不相信。昔日的同学，竟然变成这个样子。季总，那他当他的，这位就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啊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瞎了你的狗眼是吧？怎么，很意外是吗？我告诉过你们，不要以貌取人。没错，我就是天成集团的董事长。一鸣，我真不知道你是董事长啊！我知道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行了，你们这帮同学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。秋山，你觉得以你的能力能做到业务部经理吗？如果没有我的默许，你觉得你行吗？一鸣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一鸣。秋山，你今天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啊！现在马上回去收拾东西，给我滚蛋！董事长，你给我闭嘴！我记得我今天提醒过你，同学之间不要那么在乎身份。一鸣，我行了。你不要再说了。李刚，一鸣，对不起。没有什么对不起的，至少在你身上我还看得着良心。这合同你也想不想签？那好，刚才他是怎么让你打我的？你给我打出去。算了，我今天已经做错一次，不想再做第二次。这合同不行。李刚，我果然没看错你。你如果这两巴掌真打了的话，这合同还真签不了了。明天来我公司签合同吧。啊？是真的吗？老少，今天谢谢你。一哥，谢谢。我一个，真是天成集团董事长。嗯，老乔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明天就来我们公司上班吧。啊？真的吗？好，那好，我们走吧。哎，一鸣，董事长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还有脸问我要机会？你们就因为我穿的破，因为我没钱，就对我冷嘲热讽，践踏我的尊严，
这屋子里有一个算一个，哪一个我没帮过？同学们，你们真的以为我是来吃饭的吗？我是真的想你们，我是真的怀念我们以前没有利益、没有攀比、没有你们现在这虚伪的面具。人富不富贵，都不是由外表来衡量的。无论你们有多成功，都不要瞧不起任何一个人。尊重别人，就是尊重你自己。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小七，去把单买了，我们走。董事长，接到分公司实名举报信，说保安遭到了辱骂和殴打。什么？简直是太不像话了。是啊，董事长，保安部已经投诉过很多次了。简直是太不像话了。这样，这件事情我亲自去调查。你把我车开回去。哎，董事长，您真的要亲自去调查吗？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好了。你让保安带着双倍的工资去休假，我一定要搞清楚这里到底是什么情况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有事我给你打电话。同学您好，请出示您的证件。我说你眼瞎呀？啊，我的车你都敢拦？先生，公司有规定，任何车辆出入都必须出示证件。我操，你姓南的是吧？我问你是不是姓南的？连我你都不认识吗？对不起，先生。我今天第一天上班，确实不认识。第一天上班你就这么点？你他妈的先打听打听我是谁，再来问我要证件。请注意你的言辞，还有，不管你是谁，都得出示证件登记。你他妈给我找事是吧？公司规定都是我定的，你在这里给我废什么的？定是吗？那请问你是谁？我是你个臭宝啊！你今天给我来劲的是吧？啊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我是谁，我就是人生不尽的残兵，杀了你的狗眼！你信不信？老子随时可以开除你！我不管你有没有能力开除，但是在我没有被开除之前，我就必须履行我的职责。请出示您的证件。臭保安，要脸不要脸是不是？别太过分了。什么？急了？你要知道，你只是个保安，保安，懂吗？对，你说的没错。我现在只是一个保安，知道就好。记得以后见到老子老老实实给我开门，别吃到苦子，听到没有？操！哦，对了，一个有人来应聘，报我的名字，你就让他进去，
别不识相，不如咋要你好看，听到没有？一个小小的人手经营，居然敢这么嚣张！喂，董事长。喂，小李，你那边帮我调查一下分公司人事部经理陈斌的情况。好，董事长。我马上私下进行，先不要声张。好，董事长，知道了。董事长，分公司那边是不是有什么状况？需要我马上过来。不用，等我电话。这不是公司的接待人，怎么开这儿来了？喂，赖保安，愣着干什么？开门啊！先生你好，请出示你的证件。什么？让我登记？是的。哟，我当是谁在这儿当拦路狗呢？原来是陈一鸣呐！这么多年不见，这怎么还当上保安了？原来是你呀、啊！哎，把这个脏手给我拿开，别脏了我的车。这是你的车？净说废话，这不是我男朋友的车，难道还是你的呀？亲爱的，这谁呀？你认识？他呀，我前男友，现在呀，没想到居然是个看门狗。哦，原来是个看门狗啊！我怎么样，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。倒是你，还是和原来一样，狗眼开。哎，你他妈怎么说话的？你不会说话，就给老子闭嘴！就是，你瞧瞧你自己。现在都穷成什么样子了，还好意思说我们？我穷怎么了？我至少靠我的双手吃饭，不像你。我怎么了？我至少过得比你好吧？幸亏老子当初提前甩了你，不然你得拖我多少后腿？我拖你后腿？那你以为呢？你瞧瞧你自己，这么多年过去了。还他妈做个破保安、啊！我要是不和你分手，我他妈喝西北风啊！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，这人不要脸还真是无敌了。哎，我说你个臭保安，你说谁不要脸呢、啊？你怎么跟我女朋友说的？我说的就是他。你他妈再给我说一遍试试！说一遍，我说他不要脸。哎，我去你妈的！你怎么、啊？亲爱的，手没打痛吧？来，我给你吹吹。我没事儿。没事儿就好，不然人家可心疼死了呢。哎，我说宝贝儿，你说你当年品味怎么这么差？这种货色你也看得上？你瞧瞧他那样。亲爱的，别这么说嘛，好歹是我前男友。怎么？我说他你还不高兴了？亲爱的，怎么可能嘛，不就是个破保安吗？宝贝，我看他很不爽，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整整他。臭保安，你知道我家亲爱的当初为什么离开你吗？就是因为你穷又没用，最主要的是你他妈都到现在了还是个破保安。你给我恨什么恨？
没钱还在这里装逼。来就来，你给我过来，你给我放开。哼，你他妈脾气还挺大。哼，睁大你的狗眼给老子看清楚了，我这是什么车？你这个穷逼，你他妈坐过吗你？对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穷，我就是没坐过。但我倒想问问你，你这个车是从哪里来的？哪里来的？当然是老子花钱买来的。你花钱买的？那你告诉我，你是在哪里买的？在哪儿买的？需要告诉你吗？关你屁事啊！就是，你在这儿废什么话？知道我男朋友那是什么身份吗？说出来他们吓死你。吓死我？那你说来听听。哼，天成集团你不知道吧？我男朋友就是天成集团分公司老大周总的弟弟。这个车都只是公司的接待车，就连你都在我男朋友他哥手底下吃饭。你说他哥是周浩宇？哎，我说你个臭保安，我哥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？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就连你哥在我面前都不敢大声说话，你居然敢对我动手。我看你他妈是被打傻了吧。啊，周总那是什么身份，还在你面前不敢大声说话？我看你就是脑子进水了，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前男友的份上，我早让我男朋友开除你。开除我？你凭什么？你在这给我瞪什么瞪？还不服气是吧？我现在也懒得和你一般见识，毕竟身份不一样了。哦，对了，知道我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吗？我是来任职的，以后我就是这家公司的财务部经理。财务部经理？你凭什么？哎呦，你这话问的还有点奇怪，凭什么？就凭我男朋友他哥是这家分公司老大。这事儿也是周浩宇安排的？我想他没什么大胆子吧。哼，就这点小事儿还需要我哥吗？随便花点小钱就解决了。小事儿？分公司任职财务部经理必须通过总公司严格审核，你居然跟我说这是小事儿？嗨，我说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啊？你他妈一个小保安管得还挺宽呢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对，是没我什么事儿。这个车也是从你哥那开过来的吧？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他妈骗话怎么这么多？亲爱的，要不咱们进去吧，和他在这儿废什么话。好，看什么看，还不赶紧给老子开门，耽误了我的时间，你他妈赔得起吗？想进去？公司规定任何车辆出入必须出示证件登记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他妈给我找事儿是吧？我来我哥的公司还需要登记吗？没错。那我今天要是不登记呢？那就不好意思，没有登记任何车辆不得入内。你不让我进去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公司规定请你配合我的工作。你他妈故意的说让我们登记，你信不信老子打个电话马上开除你？你可以试试，我今天还是告诉你，就算周浩宇来了他不登记他也进不去。好，那么给我等着。陈斌，门口这个小保安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简直比你还牛，一个小保安而已，拦着我不让我进公司。什么？有这事？那你以为呢？口气简直比天还大！你马上给我开除他，还反了他了。
那要不这样，你登记。什么？让我登记？我现在在忙你的事，就没交代清楚。要是把事情闹大了，让哥知道我是哪个组的，谁又给我公司？一个小保安而已，等我这里忙完了，我立马让他说收拾混蛋。那好吧，我先登记，等你回来了，一定给我好好收拾他。嗯。臭保安，打两个头算是结账了，看好了，这就是我的证件。拿来吧你。你给我等着，你看他是怎么开枪。亲爱的，咱们走。喂，小李，到分公司门口来接我。十分钟后召开董事会，你去安排一下。哎，听说董事长从国外回来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们都还不知道啊？我们开公司都看到董事长了。是吧？那你们说这董事长高抬贵手，对，就有什么解释吗？不知道。这怎么解释啊？对啊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人都到齐了吗？董事长，除了周总出差还没回来，其他都到了。好，大家都坐吧。分公司这边现在主要是谁在管理？是周总。小李，你去过联系周浩宇，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。我想大家都很好奇，今天我为什么会穿着这身衣服。我刚从分公司回来，今天我去分公司当了一天的保安。安静。公司成员不遵守公司规定随意出入，保安上前阻拦，甚至对保安进行了辱骂和殴打，这些事情你们知道吗？没听说过，就别闹。好啊，真的是我让你们来管理公司，你们就是这么给我管理的吗？没人说话是吧？董事长，分公司这一块平时都是周总在负责的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推的倒是挺干净。分公司更换财务经理需要通过总公司严格审核，这又是谁审核的？董事长，这是周总。有请。好啊。那公司车辆这一块又是谁在管理？董事长，是我。停止查办。
小李，安排人接替他的工作。董事长，这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到现在还敢问我为什么？那我现在问问你，公司的接待科现在在哪里？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今天我会继续去分公司调查，在我没有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之前，我不希望分公司无中耗影，收到任何消息，知道了吗？知道。散会。不管说他们下午。阿斌，地址在这儿。哥，别了，来，坐坐坐。来，我都找你半天了。阿斌，我们李工的事儿办得怎么样？哥，我办事连夫人吧，明天就别来公司上班了。对了，这个事儿大部分全到我哥那儿去了，要不然的话，咱俩可得惨。哎，你放心吧，哥，你给我的钱，我就能当着你。上下关系我都打理好了，绝对谈不到这种垃圾。那个，好，哥，周总呢？还麻烦你多多陪。也是。我这是不是你实在好多年了？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。行了，那我就走了。哎，好，哥。你先忙。哦，对了，门口那个小保安是怎么回事？抓紧给我处理了，看着大爷。好的哥，一个小保安而已，我明天就把他给开除了。那行吧。麻烦了，麻烦了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亲爱的，你工作的事儿我已经给你安排好，明天就可以上班了。真的吗，亲爱的？那太好了。哦，还有，今天公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车也不让我开了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我们打车去上班吗？会啊，你看，我给你提了一辆新车，明天我就开这个车去。哎呀，真好，谢谢亲爱的。怎么样，还喜欢吧？你放心，等我哥当上了董事长，我再给你换辆更好的。走，咱们吃饭去。怎么又是你？这次带进见没有？还我说你这个臭保安，我没找你茬儿，你倒找我茬儿了是吧？我不是找你茬儿，我只是遵守公司规定。公司规定？公司什么破规定？我告诉你，臭保安，我家亲爱的今天第一天上班，你他妈不要找不痛快。臭保安，你看到老娘上位了，是不是很羡慕？我羡慕你，你想多了。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这家公司的财务经理，以后看到老娘都要老老实实的，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倒想问问你们，你们这么私自安排公司重要事，明目张胆的贿赂，就不怕董事长知道吗？董事长，山高皇帝远的，他知道个屁啊！那我现在如果告诉你，我就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，你们该怎么办？哎呦，你快给我打住吧！就你这个样子，你要是董事长，我就是董事长的大爷。看来你别在这儿吹牛了，真是懒得搭理你。放聪明点，赶紧去把门给我打开。亲爱的，走吧。好、哦。等一下。把你脏手给我拿开。新车都给老
子弄脏了，赶紧给我擦干净。我不擦干净，要怎么样？我看你他妈是不是没人干了？信不信老子马上让你滚蛋？让我滚蛋？那你没事。陈一鸣，你他妈别在这儿瞎扯呢！别为了这一口气，把工作丢了，不值得。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马上跪下来，把鞋给我舔干净，老子就放你一马。对对对，赶紧的，快跪！听到没有？不然的话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会让你滚蛋。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滚蛋。臭保安，我劝你不要意气用事，趁我现在还有点耐人，老老实实的给我跪下，把我里面的鞋给舔了。简直是太嚣张了，觉得自己有点背景，要有了不起。今天我还就告诉你们，就你们这点背景，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哎，我说，你给我闭嘴吧！一个拜金女，还敢在我面前大言不惭，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？你用什么态度跟我女朋友说话的？啊！老子今天不相信，我治不了你。是，你可以试试。去！老子今天要是治不了你，我管你叫你。陈斌，你在哪里啊？现在马上把门口这个小保安给我开除了，要不然你给我当一辈子的人事部经理吧。小保安，你就给我等着吧。行了，我就在这里等着，我看你怎么开除。臭保安，你是在这儿工作，希望你待会儿不要来求我吧。我为什么要求你？别说你们的身份在我面前，就算今天我真的是一个保安，我按照公司规矩办事，我也不怕你。心理学意思不知道吧？还以为你多大个人物，多牛逼似的。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谁？你会知道的。都滚一边去！不好意思，杰斯哥，我来晚了，经理让我过来的。嗯，看见没？就是这个臭保安。你是人事部的？什么？我就是人事部的。真的是好大的胆子！小小人事部居然敢拉帮结派，私自买卖公司重要。你太好大胆子！一个小小的保安，连我们经理的面子都不给。经理让我给你办事，非让我找个痛快。我是真没想到呀，我天成集团会有你们这些败类。什么？你的集团？我看你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啊，在这儿当起他们的真把这儿当着你家了呀。陈老头，别你这个看门狗了，还真以为他是董事长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我就是天成集团的董事长。我看你他妈就是个傻逼，就你这个屌样，你还董事长？哎，你告诉我，你怎么全身上下哪里像个董事长啊？啊，你他妈白日梦做多了吧你？做没做白日梦，你马上就会知道了。不知道，等一下周浩宇过来了，你们还敢不敢这么嚣张？你他妈像我董事长啊？真以为我们吓到的吗？不是最好，我现在就给你哥打电话。你啥的吧你？咋回事？你简直太猖狂！今天我一定要为公司铲除你们这些败类，等着后悔吧。铲除我们，让我们后悔。整个天成集团，除了董事长，就是我哥最大。你让我们后悔，不后悔最好。我希望你这份底气能给我一直保持到最后。你说我怎么看你就这么不顺眼啊？我能不能保持到最后，
注定你是看不到了，因为我现在就让你滚蛋。阿涛，你现在就去把保安部队长给我叫过来，我现在就让他滚蛋。好了，四哥。小保安，我看你能猖狂到什么时候？退役吧，你就。亲爱的，你在这儿跟他废什么话？等保安部队长来了，直接让他滚蛋。也对，等着吧你。四哥，怎么了？二姐，你来了。啊，你保安部的人拦着我不让我进公司。什么？我说你小子胆子不小啊，四哥的车也是你能拦的？我怎么知道？亏你还是保安，公司明确规定所有车辆必须登记，这些你不知道？哎呀，你还叫进去我来了，你他妈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是真没想到呀，分公司在周浩宇的管理下居然会腐败到这种程度。周总管他你大爷，周总的名字也是你能叫到？真是太过分了。过分？过分怎么了？不知所谓的兔子。四哥，你看他怎么处理，我给你办了。像这种扰乱公司秩序，是系统上级安排的，直接让他卷铺盖，给我滚蛋！行，我扰乱公司秩序，你给我闭嘴！我让你说话了吗？谁他妈说话都是你能插嘴的？等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别给我不服气！一个看门狗，下等人，教给我有下等人的觉悟。当保安就是狗吗？当保安就是下等人？那你告诉我，你这个保安部队长是什么？也是狗吗？你认识吗？可以，老子就喜欢你这样。今天我他妈慢慢收拾。四哥，再见。这事儿交给我处理，我一定让你满意。好的，阿姐，我相信这看门狗交给你处理了。好，小马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能在我天成集团当看门狗，那也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。我今天给你两个选择：第一，趴在我刺客面前，给我学三声狗叫，然后祈求我刺客原谅你，老子今天就做主。放你一马。对对对，来，赶紧给我趴在地上学狗叫。一二，现在直接进去给我卷铺盖滚蛋。混账东西，我是真没想到我天成集团会有这些人渣。说话给老子听，还你的集团，你他妈没睡醒呢？哎，你们听到没有？他居然说是他的集团。阿杰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他刚才还说他是咱们集团的董事长。啊？是吗？你这个笑话，那可是一点也不好笑。不好笑是吗？没关系，我现在也没时间陪你们玩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等我听好了，我就是天成集团的董事长。我看你他妈就是个神经病，还董事长？你告诉我，就你这屌样，你他妈全身上下哪像董事长？我像不像就不需要你来操心了。但是有一点你可以放心，今天我绝对会铲除你们这些败类。铲除我们？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！老子今天最后问你一遍，学狗叫，你他妈叫还是不叫？索琪，可以，
姚总，老子要正式告诉你，你这保安你是干的什么了？现在马上去财务部，给我领工资滚蛋！我看该滚蛋的是你们吧。我说你他妈是个智障啊！啊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老子就给你这个机会，来，让我们滚蛋！我会满足。手机给我。手机？谁拿他手机了？哦、啊，你刚在我这。来来来，给我。妈的！老子就要看你他妈能玩出什么花样！四哥，咱们就当找个乐子，反正也没事儿，就陪他玩玩。我还真不相信他能给我翻出多大的浪来。好。喂，小李，你现在马上给我联系周浩宇，告诉他，不管他现在在哪，半个小时后我还在分公司门口看到他。对了，你现在立刻马上带着安保部门的兄弟到分公司门口来。通知安保部门马上到前线集合，速度要快。刚接到电话，董事长被人欺负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滚！滚！出来！是。看看，装的还挺他妈像。小马，我告诉你，在我天成集团，不管是龙，你给老子盘着；是虎，给我握着。看你现在的这个样子，不像个公司员工，倒像个社会大哥啊！社不社会？在天成集团。还没人能动得了我，那我今天就试试。可以啊，反正老子有的是时间，给你慢慢玩。哎，李四哥，阿斌这小子回来了。阿斌，李哥，你这干嘛去了？怎么现在才过来？李哥，刚去办了点事，你怎么也在这？走，小保安拦着刺哥，不让刺哥进公司，我过来陪他玩玩。刺哥，不好意思，今天的事是我没安排好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就完了。我去你妈的！臭宝，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放我的人就让他们进去吗？你是不是在我猴子眼里打我打你都亲了。哎，阿斌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把保安部的人交给我就可以。你他妈是不是吃错药了啊？打你怎么了？喂，周总啊，好，我办啥事？嘿，你玩归玩，说话他妈给我注意！啥呀，四哥？四哥，
怎么了，阿斌？是了，刚刚郑总打电话过来说，董事长马上到了，叫我们安排一下迎接仪式，他也马上回来了。董事长要过来？那我们赶紧进去吧。行了，阿姐，你也别玩了，抓紧把这个臭保安处理，赶紧让他滚蛋，别董事长一会儿过来出什么问题。好，那你们先进去吧。行行，你们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小宝，你也看到了，大爷我今天有事儿，没时间陪你玩了。你给我识相去，赶紧走。真可笑，我为什么要走？我今天就是专门在这等着和你们几个算账的。和我们算账？我告诉你，差不多就得了。你以为你谁呀？你瞧瞧你这傻逼呀！你嘴帮我放干净点，我是谁你不会知道。哎呀，来劲了！你他妈不就是个破保安吗？赶紧滚，别耽误老子办正事儿。老子说话你没听到吗？你老虎不发威，你真当老子吃素的？混账！我告诉你，你是等着后悔吧？我后悔你答应个懒子，我后悔。赶紧滚！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我说兄弟，你们这哪个戏班子的？这演技不错嘛，就这还董事长？你们当老子智障啊？怎么想人多欺负人少啊？你们给我搞清楚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今天要敢瞪我一下，我让你们竖着过来喷着回去。董事长，这小子谁呀？这也太嚣张了。分公司保安部队长更嚣张的还没看到呢。你们他妈少在这给我废话，不要以为你叫几个帮手过来你就牛逼了。像你们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我他妈见多了。臭不要脸，你告诉我你的底气是哪里来的？我的底气？小子，你可给我搞清楚了，这可是我的地盘。你的地盘？你还没搞清楚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吧，混账。小子，说话就说话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你给我闭嘴吧，你看看你这副嘴脸，一个社会的败类还敢在这里给我大放言辞，我看着你我都觉得恶心。怎么骂谁呢？有种你再给我说一遍。说一遍怎么了？我说的就是你，一个狗仗人势的混账玩意儿，人渣败类，每个词用在你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我说你他妈你个去，别在这给我指指点点的。嘿，你这个小杂种。爸没有好好叫你说话吗？用不用我教教你？放开！什么呢？我不放能怎样？你给我放手！放开！哎，姐，怎么回事？没事吧？丽姐，我没事。你怎么出来了？哦，他们在里面忙事，我出来看看。你们董事长、周总过来没？哦，这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别提了，丽姐，这个小杂种带了几个人过来闹事儿。还真是胆儿肥了。陈一鸣，你这个臭保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找人过来闹事。说话给我注意点。董事长，这女的嘴巴也太臭了。秋后的蚂蚱，我看她还能蹦跶多久。一姐，你也看到了，这小子刚才想叫人打我。
帮我个忙，去我保安部帮我叫几个兄弟，我今天要废了他。妈，阿姐啊，你们董事长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？咱们现在把事情闹大，合适吧？这个，那怎么办？难道我这亏还白吃了？阿姐，你看这样，你现在先想个办法，把他们打发走。等你们董事长走了之后，你再慢慢说。也行，那我今天就先放。小子，这样，今天这个亏呢，我认了。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落在我手上，你懂吗？我为什么要走？我刚刚就跟你说过，我是专门来找你们几个算账的。我说你他妈真是个智障啊！你怎么说话的？我说你来劲了，大爷，我今天有事儿，我不想跟你们一般见识，你他妈别在这给我没完没了的，识相点儿，赶紧滚！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东西，你是想挨揍了是吧？我说你想你什么你？我看你俩真是胆大包天，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，知道这位是谁吗？就敢如此放肆，这位就是我们天成集团的董事长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你说是董事长那就是董事长，那你现在能不能带着你这个智障董事长赶紧走？大爷，我没钱陪你们在这耗。那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，今天有谁要过来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他妈没完没了的，你烦不烦呢？有谁要过来关你屁事？你他妈在这给我装什么呀？记住你现在的态度，希望你待会儿还能这么嚣张。你他妈的吓死我了，你当我刚出道的小孩啊？老子什么场面没见过，就你们几个有几斤几两我还看不明白？就你这种货色，没见过的世面多了去了，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在这里大言不惭，我不知道你是真没脑子还是假没脑子。哎，我说行了，赶紧给我打住吧。阿姐，别和他们瞎扯了，你们董事长马上就要到了，赶紧把他们打发得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也别在这废话了，赶紧滚吧。我跟你说话你没听到是吧？亲爱的，刚刚那个臭王还没走，他还带了几个人过来闹事，要不你赶紧找几个人过来吧。什么？你等着，我马上安排。哦，亲爱的，对了，现在这也不行啊，我们董事长马上回来了，也马上过来了，我还得踢掉点。那怎么办？要不这样吧，亲爱的，先说点软话，实在不行你给他点好处，别把他给打发了，不行了我再想办法。你没回来了，没想到公司多了这么多助理。公司大了。小宝，我说你赶紧走吧，你也知道我男朋友的脾气，待会儿他来了想走都走不了了。那我倒想看他有没有这个脾气。我们好心劝你别他妈不识抬举自讨苦吃，还有你们几个听到没有？待会儿你们董事长这个过来看到那就麻烦了。那好，小宝，今天这事儿我们也要去那个地方，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，这样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多少跟我说。你觉得我是为了钱？你也太坚强了。哎，我说你别给我得寸进尺，有个台阶你就赶紧下了。那你还想怎样？我说这几天的事儿你们几个必须付出代价，待会儿我会当着周浩亲自收拾。哇，一姐，这他妈就是几个疯子，他根本听不进人话的，你赶紧去叫人吧，这我先对付着。
怎么怕了呀？我说你他妈是不是疯了？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，老子会跑！听你说话，我真想揍你！你不就他身后的一条狗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嘚瑟？董事长，这小子也太嚣张了，今天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小瘪三，告诉你，你他妈别在我面前装！你相不相信？等老子人出来，我他妈直接废了你们几个！像你这种满嘴脏话、不忠无人的狗东西，我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和你交流。你他妈以为你谁呀？装个逼你还一本正经？你真是不要救我！我看你还没有吃过亏吧？你他妈还真说对了，在这一块，谁敢让老子吃亏？行了，小子，别跟他废话了。谁敢让老子吃亏？行了，小李，别跟他废话了。我们就在这等周浩宇回来。他就是个欺软怕硬、狗仗人势的东西。小宝，老子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你妈给我放干净点。对你这里，你没必要留情。我跟我来劲了是吧？你是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火大了。哎呀，老子怕你啊！不折不扣的人渣呀！操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动老子一下试试啊！我动你怎么了？我操！大爷，你还真以为你很牛逼了是吧？要不是今天老子公司有事儿，我他妈早修理你们了。是吗？你有什么资格？你哪来的底气？大招，我他妈就有这个底气。我希望你的底气。这样他妈就不需要你操心了。你们爱在这待着就待着，大爷我还不伺候了。站住！本想等公司会议上再来商量，可我觉得那样太便宜你了。小李，董事长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，教教他该怎么说话。好了，董事长，你没完了是吧？啊，今天你们谁要敢动我一下，让他有来无回。动你怎么了？你！我操！操什么操？管不住你的嘴了是吧？像你这种人渣，大人都是脏了我的手。敢打我！我打的就是这种满嘴粗话、目中无人的狗东西。小种，今天的事儿你们玩大了。怎么不服气啊？打你都算轻的。差不多行了，小李，你去联系周浩宇，问他还有多久能到，告诉他我在分公司门口等他。好了，董事，像你这种人挨打都是活该的。是我活该？我搞清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差不多就得了。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走不走？董事长，周总说他有朋友就到。好，那我就再等他有。给老子等着我！操！大姐，四哥。阿姐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姐，别提了，刚才那个小杂种叫人家打了一顿。什么？还大了他的狗胆？哎，一姐，你给我叫的人呢？我今天一定要废了他们。行，我马上去叫。好，哎，一姐，杰哥，咱们先别闹了。刚刚周总又打电话跟我说，我们上马就到了，咱们不宜把事情闹大呀。便宜这个钱。
那等董事长走了，咱们一定好好收拾他。好，先过去看看。行。蔡总，你在这里还不走？瞎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在这里等着周浩宇，我想问问他是怎么培养出你们这些败类的。你，行，我不给你一般见识。你在这里等我们曾总，是想继续回来上班吧？好，我同意了。你把你身后这帮人带走，明天就可以回来上班了。我真不知道该说你聪明呢，还是说你愚蠢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懂吗？我说你愚蠢。臭宝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那你要是把老弟吃了，你们谁都别想走。会胡说啊！我说你个闭嘴！哪里来的小杂种？这里没你抓的吧？闭嘴！小杂种，你他妈不走！闭嘴！好、啊。阿斌。教头不怪我们了，他们既然要找死，那咱们就成全他们。你去叫人。好，我马上去。总统，朱总，朱总，哥哥，哥。你们这在干嘛？怎么都待在门口？董事长到了吗？董事长还没到呢。哎，对，老舅，那群人干什么了？哦，周总，就一个被开除的保安在那捣乱，还不听招呼。保安？对对 对，他就跟个疯狗一样，在那大喊大叫的，这不是胡闹吗？一会儿董事长来了，看到了成何体统，还不赶紧打发走？快去呀、啊！周浩宇，你好大的威风啊！臭保安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你往那冲一边去！怎么了？是你的？你怎么还穿了身保安服啊？周浩宇，你可以啊！这些人渣败类，就是你给我培养的公司骨干吗？我闭嘴！我让你来管理公司，你就是这么给我管理的。要不是我亲自来视察你，我是真没想到我的公司竟然会毁到这种程度。周浩宇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董事长，我都过来。你今天都干了什么？说。难道他真的是？没错，这位就是我们集团董事长。干了什么？说。周总，我闭嘴。离开他了。不得了是吧？啊！是谁让你们的狗眼？够了！不要在我面前演戏了，董事长。对不起，是我管教不严。周浩宇，亏我一直那么信任你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对你的信任吗？公司骨干对公司员工进行辱骂，甚至大打出手，纵容自己的弟弟随意安排公司重要职务，这些事情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。董事长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这事儿我是真不知道呀。我到现在才是真正的了解你。你说你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弟弟开着我的借贷车四处兜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行了，你不要再我编了。周浩宇，我真的是对你太失望了。不能，我从现在开始，本公司所有骨干全部停职接受调查。啊，小李，从总公司调人过来。接手分公司一切事务，分公司所有骨干全部停职接受调查。好的，把他们带回总公司成立调查小组。
调查他们所有贪污受贿情况，一天之内我要知道结果。董事长，我跟了您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您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不要再说了，你要是没问题的话，调查了也容易；你要是有问题的话，谁也救不了你。还有你们几个，好自为之吧。我们走。董事长，走吧，周总。回公司接受调查。你别说，老哥平时对你也不薄啊，你可得帮帮我呀、啊！行了，周总，你还是想想你自己都做了什么吧，顺便问问他们都做了些什么。你们几个刚刚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怎么一个个都怂了？哎，你去说。不能玩，这都干了什么？说呀，啊，说话呀，啊，说呀，都他妈聊完了是吧？啊，周总，谁知道董事长没事，他妈保安呢这，你还有脸是吧？啊，我他妈回头再收拾你们，现在都给我走，说啊，说话啊。十分钟后召开公司会议，宣布。哎，董事长，哎，你们说，你看，咋说吧，周总，你也不用问我，我也是后面才过去的。至于前面他们到底做了什么，我也不是那么清楚。自己多多了解吧。董事长今天很生气。十分钟后会议时间，距离开。今天是做什么？错了，都他妈哑巴。方瑞，他就拦着我们，不让我们进公司，中间发生了点争执。说什么？就动了手。什么？还动了手？他妈的是猪吗？猪都比你聪明。一个个的，谁让你们低调呀？低调呀？都他妈觉得自己不得了了是吧？不给我惹点麻烦，心里面不痛快是不是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个狗日的，你他妈谁给你拿的工条？啊！你他妈要上天是吧？老子问你话了，你挨个屁呀、啊！王八蛋！哥，这谁知道董事长没事办什么保安啊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不开王会，我再说。走！你们几个就给我站着！你买单。董事长，大家都坐。董事长，你给我闭嘴！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也给我闭嘴！不让你说话了，你就给我站着吧。大家都知道，这几天我在分公司假扮保安，调查情况。调查结果简直不敢想象，我从来没想过我的公司竟然腐败到这种程度。
周浩宇，你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？一群混账！三年前董事长去了国外，这一回来就碰上你们这么一群狗眼看人低的玩意儿，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过来给董事长道歉！快点啊！董事长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哥几个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你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们吧。就是啊，董事长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就饶了我们吧。对啊，饶了我们吧。饶了你们，简直是可笑！你们几个必须为你们犯下的错误买单。小李，董事长，调查小组的事儿你周叔去安排。好。周浩宇，你在公司的所有特权全部被收回，等着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吧。啊，董事长，行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们几个公然倒卖公司重要职务，利用职位上的便利将公司的财产占为己有，都给我等着法院的传票吧。董事长，行了。小李，把他们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讲给大家听，让大家引以为戒。他们几个公然倒卖公司，董事长。外面有个人找你，说是你的老乡。老乡？是的，董事长。好，这样，你先把他带我办公室去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好的，董事长。你先在这坐一会儿。嗯，董事长，您来了。刚子，你啊，我不是让你再去办公室吗？我在这儿来。董事长，我真的看见了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，顺便把小弟叫过来。好的。刚子，好久不见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坐着坐。你知道你在这儿干嘛呀？刚子，家里都怎么样了？那个你放心吧，家里辛苦了。那就好。啊，刚子，吃饭了没？我下周就回来了，没吃。还没吃啊，一会儿哥带你去吃好吃的。金城子，你找我。啊，再见。这是我同乡的一个小伙伴，但还没吃饭，去安排一下。妈，妈，我去吧。公司集团里面的环境各方面都还不错，包厢我都安排好了，在范德隆。好，辛苦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的，董事长。嗯。怎么，刚子，在这干啥？那个，刚有人在。瞧你那啥样，走，哥带你去吃大餐。
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当然是来吃饭的。吃饭？你们来这儿吃饭？有什么不可以的吗？你确定你们没有走错地方吗？我可告诉你，咱们这儿消费可是很高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怎样？哎呦，一个农民工，一个保安。农民工、保安又怎么了？还不能来你们这儿吃饭了？当然可以，我只是好心提醒你，免得到时候吃完饭付不起账，那可就不好玩喽。这个就不用你来操心了。三楼吉祥厅带路吧。吉祥厅，你们有预定吗？当然，带路吧。走吧。是。嗯，还不错。哎，你确定这是你们定的吗？说话的。来，三哥，我们有工作。我们乡巴佬，这都是嘴硬，待会儿吃完不付账，看我怎么说。来。在这儿。嗯，在这儿吃饭怎么不咋行了？要不我们换个地方？安子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咱们这么多的名片，今天想吃点什么随便点，就别省这个纸钱了。服务员，点菜。两个土包子，可以吗？是啊，那个谢谢。什么？嗨，嗨。我态度怎么了？嗯，给你一份东西。哎，我最后再提醒你们一遍，我们这儿消费太高了，你确定你消费得起吗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？我消不消费得起，我不知道吗？那行，点吧。小燕子，明哥，这菜太贵了吧？在这儿吃一顿不该敢上个月工资。没事，刚子。今天想吃什么随便点，我们敞开的吃。啊？点吧。哎，我说你们两个到底点不点啊？点个菜还这么磨叽。啊，不是，狗眼看人低吗？你是觉得我们俩穿成这样吃不起是不是？还不我放关系的。嗯吧，要不我们换个地方？他这也太瞧不起人了。嗯吧，这换地方也需要时间。是啊，你稍看。嗯吧，这也不会了。没事，嗯吧，你点吧。三哥，你给我客气，你点吧。
好像真不会呀，你来吧，你就点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把这杯子打碎了。没事，看看，你就一个杯子吧，来，快坐。服务员，我们先点菜，你把这里打扫一下，杯子的事儿我一会儿买单的时候给你。你还有心情点菜？先把杯子给我赔了。一个杯子而已，已经不让我点菜了。还而已？我看你们两个是没来过这么高档的地方吧？你知道我一个杯子多少钱吗？我说你故意找我麻烦是吧？这一个杯子而已，它能值多少钱？多少钱？看你们这身穿着，即便是告诉你们，你们赔得起吗？我说你这什么意思？我们这穿着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有，你们做服务行业的，不应该以貌取人吗？那行，我们这个杯子5000，你赔吧。5000。一个杯子你管我要5000，这谁定的？管我谁定的？怎么赔不起啊？赔不起就不要来吃饭呢？开门做生意，你们就是这么对待顾客的？顾客？就你们这样还配当我们顾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能让你进来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。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就算我真是一个保安，我难道还得吃顿饭钱？就是，我们看人家怎么了？一鸣哥，他这太瞧不起你，我来看看什么东西。好，对，拿去，不要瞧不起我鸣哥。哟，看把你给能的！我就瞧不起你，怎么了？以为拿出几千块钱就把自己当有钱人了是吧？都闭嘴吧。安子，爸爸先休息了，这个事就不用你管了，我来处理了。好的。可是一鸣哥他这太气了。没事，刚子快把他休息了。怎么这拿都拿出来了还不想给呀？让你闭嘴！还我说你让谁闭嘴呢？让你闭嘴！作为一个服务员，你就是这种服务态度吗？态度？我态度怎么了？你们打碎杯子，还有理了是吧？想要态度，可以赔钱呢。现在不想跟你废话，去把你经理给叫过来。经理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也不撒不了照照自己，就你这样。还想见我们经理？让你去就去，你废什么话？我废话？哼，我还就告诉你了，今天这儿我说了算。你说了算？你要是能说了算的话，你就不会在这儿当服务员了。赶快去把你经理给叫过来。这敢吼我？你是经理是吧？行，跟我在这儿。宝贝儿，怎么了？哎，别碰我！亏你还是这儿的经理，我在你们这儿上的班，居然还被别人给欺负了。欺负你？你被欺负了？是谁施了凶风暴？告诉我，看我！就是楼上那包店，来了两个乡巴佬，把咱们杯子打碎了，不赔钱，还凶我。不是。你和客人发生冲突了？不是的，是他们不讲理，还差点打火了，还让我叫经理。哎，亲爱的，怎么回事？
我都说了，剩下还三花老。三花老？对呀、啊，一个农民工，一个保安，不是三花老是什么？哎呀，亲爱的，你是不知道，他们刚刚可凶了，你帮帮我嘛。这不太好办的。哎，亲爱的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没有没有。好吧，我上去看看。要，我来便宜了你。明哥，要不我们把钱给他算了，就留在这儿吃，怕是太欺负人。阿子，没事，交给哥，哥会处理好的。谁找经理啊？就是你们找我说。哎，叶青，是你啊？不是我说你谁呀、啊？哪来的臭保安？叶秋也是你能叫的吗？那还认识你？你也不看看我试试？在这一块儿，认识我的人可多了去了。我也不能什么阿拉。叶秋，你真不认识我了？我呀，陈一鸣。陈一鸣，可不就是我吗？我记得上学的时候，还帮你写过作业呢。哦，陈一鸣呐，难怪你说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！可不就是我吗？这一晃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真是没想到啊！这当年的学霸，干何都没用啊！到头来，怎么当上保安了？当年，你不是瞧不起我吗？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再看看我，五星级酒店的经理，事业有成。那真的是恭喜你了，不需要，林云，这是你兄弟吧？你瞧瞧你，现在跟在你身边的都是些什么货色？你什么玩意儿啊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怎么，听不惯呢？那你也给我听着，叶乔，给我闭嘴！你现在怎么这样啊？你才给我闭嘴！你以为现在还是在学校吗？还有，叶秋，现在不是你能叫的，搞清楚你的身份。我看该搞清楚身份的是你吧。我们现在是这里顾客，是在这里消费的，你们是服务员，服务员懂吗？你快给我打住吧，还顾客？和他说我们这儿的消费水准了吗？嗯，说过了。既然知道我们这儿的消费水准，还他妈没顾客自居，你不怕吃了把你卖了也赔不起、啊？我算是长见识了，还真是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的。也对，当经理身份不一样了。你说话别他妈给我拐弯抹角的，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呀、啊？你当年成绩好怎么了？是学霸又如何？现在还他妈不是给人当狗使唤？我是真没想到呀，当年的同学竟然会变成这副模样。你少给我说那些废话！现在这个社会，只要有钱有权，那你走到哪里都是大。像你这种做保安的，就要有当狗的觉悟。出身社会这么多年，难道还搞不清楚吗？你才是狗，你全家都是狗。嘿，你小杂种！哥子，没事吧？
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关你屁事啊！我再提醒你一次，我是这里的顾客，是在这里消费的，态度我放端正点。顾客？那我就当你是顾客。你这找经理吗？我来了，什么事儿？说吧。你们这里的服务员服务态度太差了，刚才我们点餐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个杯子，他要我赔5000。5000？那可真是不好意思，他可能记错了，我们这儿几个杯子10万块。5万？你们怎么不去抢？怎么赔不起啊？赔不起你会想什么态度？要你拿10000，这很给你面子。10万？刚刚明明说是5000，现在怎么就10万？你少他妈跟我说话！你瞧瞧你穷酸样，穿着跟他妈的要饭似的。我能让你坐在这儿，都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我告诉你，别他妈给我讨价还价！穿着破什么了？穿着破，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你他妈还不来劲了是吧？林女儿，你给我记住了。现在这个社会，像你这种没钱没势的，就没这个待遇。戚老师，自己什么身份，心里面没点逼数吗？没钱没势怎么了？这该被你们欺负吗？他妈我闭嘴！这么一说吗？怎么了？我，叶秋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说你他妈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我再提醒你一遍。叶秋，不是你能做的了。现在老老实实给我拿10万块钱出来，然后滚蛋。太猖狂了。猖狂吗？我觉得不啊。杯子是你们打碎的，赔钱那是天经地义，懂吗？我不懂。那也没关系，我现在可以给你们两个选择。第一，给我拿10万块钱出来，要就给我找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。这完全是在敲诈。这饭可以乱吃，我花可不要给我乱抢。再说我是在敲诈你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杯子是吧？行，我去买。一林哥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回去。哥子，站住！你俩他妈给我演戏呢，抢好路啊！亲爱的，他是真买回来怎么办呀？我说你傻呀，这杯子已经碎了，无论他怎么买，你不可能买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。你们真的是太欺负人了！我就欺负你怎么了？像你这种人，不他妈就是拿来欺负的吗？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，这个酒店是荆州集团的吧？荆州集团就是这么陪酒的，就是这么让你对待顾客的？他知道的还挺多呀，你调查这么清楚，你俩该不会是专门来吃霸王餐的吧？简直是可笑。对了，我觉得挺像的，你看他这身穿着，怎么可能在我们这儿消费得起？切，啥也不是。陈一鸣，我劝你给我老实点。今天你要是拿不出钱，或者找不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，那你就别想我。杯子可以，我今天就陪你好好玩玩。我倒要看看，我给你找出个一模一样的杯子，你能玩出什么花样？
您现在马上联系荆州集团，问问他们的进货部，看他们酒店用的是什么被子，你去给我找个一模一样的货。好。装的还挺像，我看你别的本事没有，这装逼本事倒是提升不少啊。就是。一个农村来的乡巴佬，还跑到这儿来装什么逼啊？农村人怎么了？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他们？没有他们的辛勤劳作，你们吃什么喝什么？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评判他们？你他妈少在这儿装清高！我就评判他们，知道吗？叶秋，同学一场，我劝你不要那么嚣张。嚣张吗？我嚣张吗？对呀，我也觉得我不嚣张啊。还有。同学两个字就不要再给我提了，丢人。行，我也不想有你这样的同学。谁呢？等你家农民工兄弟是吧？没问题，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回来。来，宝贝，这时间也过去这么久，你叫的人呢？你他妈真当老子时间不要钱呢？进来。龙子，你要的杯子，我专门打听过了，这家酒店用的就是这个。好，放这吧。秀，这是干嘛呀？他压我眼睛了。怎么回事？刚才点菜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他们一个杯子，这就非得让我给他找个一模一样的过来，不然就得赔他10000块钱。我操，哥，这小子给你多少钱呢？你怎么说话呢？说话给我放尊重一点。这演技奥斯卡呀。不错不错。怎么了？那下一步是不是准备动手了？哎，你动我一下试试。我就动你，怎么了？爷，跟这种人犯不上。我看你演的戏演的差不多了吧，在我的地方你们给我装什么逼呀？那你是想签证是吧？小子，我不是站这儿了吗？来呀，揍我呀。你行了，小徐，这个事情你就不用管了，今天我倒要见识见识他荆州集团到底有多大能耐。大哥，没事，小徐，你去把杠子给我找回来。啊，龙子，这小子如果再嚣张的话，你打电话给我，我叫我砸了他的店。小子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是吧？还想砸我的店？那你可以试试。行了，小杰，快去吧。好的，龙子。你要的杯子给你拿过来了。这杯子倒是拿过来了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你简直是无理取闹，这杯子明明和你酒店里的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个屁呀，我们酒店的杯子可都是从法国统一进口。
这个顶多就是第二货。你简直是在放屁！你爸，你居然敢骂我！陈一鸣，你给我搞清楚了，再不撤，我说了算。你说你，就算这个妃子顶我一样，我说他不是，他就不是，我就欺负你，怎么了？行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这不是等着呢吗？秀，速度还挺快呀！根子，你回来了。一鸣哥那块偷买的，才3000块钱。我说乡巴佬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觉得你那个杯子和我们这儿的是一个档次吗？根子。他摔的，他非得说我们这杯子和他们酒店的不一样，他简直就是颠倒黑白。我就颠倒黑白怎么了？你咬我！哎，我发现你这人真是有点奇葩呀。小姐，没必要和这种人废话，让他去把他们的老板我叫过来。来，哥哥，你过来。那你干嘛？赶快去把你们老板给我叫过来！你以为你们什么东西啊？还想见我们老板？那你去就去，废话怎么这么多？我说你他妈的！谁他妈的？你骂谁啊？你他妈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好，是我打你！你他妈的！操！打我！谁打我？真是大爷！哥，怎么了？别提了，包间里来了2个乡巴佬。把我们杯子给废了，不但不给你添，还动手打我！什么？你跟客人动手啊？我说你是个猪啊！我都跟你讲了，这几个公司有事，我让你低调点，低调点。师哥，是他们动手打我。行了行了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坏死有余的东西！还杵着干嘛？好，跟我解决去。哇，那我这就把你白了。我的人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，就可以随便动的。走。啊，跟这几个小角色没什么好说的，要不我自己先不着急，我想看看他们的领导，正好做些合作，也好弄吗？明白，这里的负责人我认识，这个很特别，我也挺亲和。哦，是吗？小杰，那我问问你，你是以什么身份跟他认识的？我还不相信能培养出这种管理层的人会是什么千夫之。小姐，你先回避一下吧，我倒有这个故事。
就是你们两个动手打的人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这儿的负责人。大哥，刚刚动手那小子不在这里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不过，就是那小子都指使。你怎么说话的？嘴巴这么臭！嘿，我你他妈！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。没错，这里我负责。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个交代？交代？什么交代？什么交代？你们这里从服务员到经理这么没有职业操守，不知道吗？我的员工怎么样我自己知道，你还叫人家动手，这轮子到你来教训吗？你的员工我没有功夫来管，叫你过来呢我就想问问你，打碎你们一个杯子要我赔一万，你觉得合理吗？一万？我觉得很合理啊。合理什么叫合理？我刚出去买了一个才30块钱不到。嘿，那个小杂种不是你很久了。干什么呢？都是有身份的人不怎么走啊。不过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不跟人说话都是你的插上嘴的。跟着你是吧？你真的是可以啊，身为一个服务行业的老板，你就是这么对待顾客的，难道你不知道顾客是不分三六九等的吗？你这是在教育我吗？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就你们俩也配做我的顾客？你瞧瞧你们俩啊，出家不如养狗。我们虽然看着朴实，但你也不能问我们的人格。人格？就你们这种垃圾货色还给我讲人格？狗屁什么？你穿的倒是人模狗样，但是说话和做事连畜生都不如。你，我现在不跟你明白意思。还有，你的脏手没有我身上乱摸，要是把我的衣服搞坏了，我一辈子都赔不起。虽然你身穿名牌，但是你们的良心脏手去了吗？良心，良心能值几个钱？你有良心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他妈一个辈子你都赔不起，还跟我讲良心？我要是你的话，我情愿不要你。这一点，我他妈值点钱。说得好啊，我算是犯错了，不要懒得对不起。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少他妈给我扯这些没用的！你今天是我的杯子，动了我的人，外加耽误了我的时间，你给我赔我5万！5万？10万？疯了吧？20万！好，20万是吧？我今天给你200万，但是我砸了你这个店。什么？你要砸了我的店？小七，出来吧。哦，乐弟，你怎么会在这？别这么叫，失信了。我不是大爷。你他妈怎么说话的？哥，刚刚就是小子打的我。哥，说吉老弟，好歹你我也算是相识一场，你这样子说话，过分了吧？过分。我现在能和你说话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姓吉的，你要替他出头？他是你的小弟。为什么？为啥就有病？姓吉的，你不要跟我太过分了啊！过分。现在还有脸跟我说过分？
皮老弟，这样，咱们也别伤了和气。你现在让他马上给我道个歉，我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今天这个事儿我就不追究了。这个事是你说不追究了就能算了吗？你真把自己当个人？我说啊，别当回事。回来。别的。我也那个小子，你至于吗？你都逼死他，知道这个事情就要逼死他，他就是我们的老大。啥？你们集团是董事长？你他妈哪个集团的？我今天不管他是谁，姓齐的，别说我没给你面子，马上让这个小杂种给我道歉。哥，不会说话就少说几句。呀，你想给他撑腰是吧？可以，他没钱，你都有钱了。今天这一巴掌，没有50万。谁也别出这个大门！去，把虎子他们给我叫上来，把门给我看住了。我没开口，谁也别想走。好的，哥，去。小杂种，给我等着！我看你真是要要命了。好了，小金，该了解的我也了解的差不多了，你也别跟他们扯。他不就是想要钱吗？给他，我倒要看看。他拿不拿得稳？你现在给我通知财务部，让他们送200万现金过来。今天我要砸这个店。我见过装有钱的，没见过你们这么人装的。你今天要是拿出来200万，就算把这个店砸了，我也认了。好，我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后悔？在我的字典里面就没有后悔两个字。很好，喂，小李，董事长让你准备200万现金到金州集团融资给我们这里。董事长被我们欺负了？你没听错，对啊，顺便通知安保部门。卖几个东西过来，要快。你们两个绑了我开除，今天我不开除，谁都不能走。好的。这时间过去这么久，你们叫的人呢？这么老多时间，不要脸是吧？你少给我废话，乖乖在这里等着就行了。毛骨悚然，你当我是病猫吗？的，你真不要以为我没动你是吧？动可以是，是，你们不是动吗？这是人吗？老子马上让你变成尸肉！爷，去把董事长给我叫起来，老子今天就要废了他！好了，哥。我，你俩跟我进来。哥，董事长过来。老板，老板，你们两个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好的，老板。我还没信岗。你给我滚那边去！站！你们这群干什么？给我搬来！过来！这是正常，你们还要我呀？放开！小杂种，老子今天忍你很久了，你打我！就算你们董事长在这儿也得让我三分，你居然敢对我动手！老子打的就是你，还有我董事长让你三分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发誓，我今天绝对会让你后悔的。
你到底滚那边去了！ 你刚才不是找我你啊？给脸不要脸啊！老废了！好了，小子，你他妈不是挺嚣张吗？你给老子去死吧！ 你们找，让我们要不找个安静的地方聊一聊。我跟你有什么好聊？你有什么事儿，就在这里说吧。要不这样，你让兄弟们都先出去，我们单独聊一聊。小姐，叫兄弟们先出去吧。兄弟们，你们先到外面等着。你稍等。 几个，你看今天这个事儿确实是兄弟我做的不对，这卡里面有10万块钱，就当是给您和董事长赔个不是了。这就是你想要做的。你看我们董事长向缺钱的人吗？不要太过分了！行了，小吉，别跟他们废话了。今天这个店我砸定了。 我说你们是不是太看得起你们自己了？动我们也就算了，还要砸我的店，
你还是先去了解一下我们酒店的背景，再说这句话吧。背景？什么背景？荆州集团的不死产业吗？你知道就好。我劝你们俩，还是乖乖拿着钱，赶紧走吧。你们笑什么？我看你们两个真是井底之蛙呀，没见过世面是吧？七哥，我看你是真不知道我们荆州集团的实力啊！听兄弟我一句劝，拿着钱赶紧走吧，别真把事情搞大了。等我们集团的人来了，别说砸酒店赔礼道歉，我都把你们找不到地方。让我们赔礼道歉，简直是可笑！小谢，去把兄弟们给我叫进来，把店给我砸了，一切后果我来承担。真的要打吗？真要是把我逼急了，大不了今天鱼死网破。鱼死网破，你配吗？姓齐的，你真的要这样不留余地吗？你要是再这样不依不饶，这件事情我只好上报我们董事长来处理了。今天谁来了也不管用，像你们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人，就算你们董事长来了，这个店我也照常付。既然你知道我们是荆州集团的，还敢说这种大话，也不怕风大赏个舌头？别说你这两百万，你就算再加两百万，那也不值得一提。好，我今天就让你死个心服口服。小七，去给他们董事长打电话，叫他马上过来。我说你俩就别他妈跟我演了，幸好等我们董事长到了，不看你们怎么玩。是不是演戏？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吗？领导，我们董事长在你们酒店吃饭遇到一个高手，请你过来。董事长，你好。好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等着就等着，谁管谁啊？行啊，待会儿是看你的嘴巴硬，我们董事长的面子硬。好了，小七，不跟他说这些。我说你俩别在这一唱一和的，等会儿我们董事长来了，不看你们怎么演。我还不信今天治不了你们两个了是吧？治我们？我看你也就是趁我们董事长没来在这过过嘴瘾吧。你还想治我们？你算哪根葱？去你们演肃吧。给我闭嘴吧，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你他妈的，我住手。董事长，你怎么来了？要干什么？董事长，这酒店来了两个人，过来闹事，还带了200万现金，说要砸我们的店。是啊，你说这不是没把我们荆州集团和您放在眼里吗？说他要砸我的店。对，董事长，就是那个小杂种。董事长，你这是厉害。什么？真是不好意思，手下没有那张脸，冒犯了您。您别见怪。见怪，我可没这个胆子。董事长，这位是？天成集团的。这位就天成集团董事长。发个屁啊！你俩混蛋，他们赶紧过来给弄道歉。快点啊！今天啊不。陈总，都是我们两个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得罪了你们，你们看在你们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们听到，他人技巧不够好啊，给你们机会。是人要把。给我滚一边去！别在这里动手动脚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啊！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原谅你？现在跟我说是老同学，你刚才是怎么对待我们的？对，陈总，您说的是，
我确实不是个东西，你就当我是个屁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还记得我刚刚跟你说的话吗？今天就算你们董事长来了，这个店我也照杀不误。不是，说，明天就要写。这上来很多眼，什么人都敢惹。把你眼睛都给我看上一点。林总，照你说的这话来说，今天要是换个其他人，这个亏是不是已经吃定了？石总，你误会我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这么对待顾客，我是真怀疑你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。你说的对，今天这事都是我的问题。石总，你们给我老李一个面子，这事交给我来就行，你让我立马就拉走。我给你面子，那我的面子谁来给？李总，我是劝你了解一下他说的错。你怎么敢说？说呀，说话呀！啊啊！问话呀！说呀，说话呀！李总，还是我来说吧。今天我在你们酒店用餐，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杯子。这两个家伙要我赔50万。什么？一个杯子要你们50万？妈的，你们两个真可以啊。那我们的我回来够了，我没时间看你教训你的手下。我跟你们说过，不要狗眼看人低。你们真是让我看到了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。是是是是。我告诉你，做人要低调。今天我也给过你们很多次机会，跟你们不同意。别说了，我说过，就算你们董事长来了，这个店我也照杀不误。小心，去把他们给我叫起来，今天把事情给我杀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你别打呀，师傅。这个店我打定了，像你们这种败坏社会风气，不知道开了多少家店，不打，对不起我的良心。师傅，师傅，你别忘了我一个面子。别打呀，谁的面子也不好使。小七，把电话砸了。好，我先到我的手机。好，走，慢点。李总，师傅，这是我们董事长带过来的好，需要给你留下的。不敢说。
我告诉你，做人要低调，人做有货，天做有物。今天这个事，就当你打个例子。我们走了。